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，迎向未来。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中，普贤横愿品位于全经之末，是华严经的圆满归宿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都归极乐的内容，使这一卷经文与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、《观无量寿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以及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，并称为净土五经，具有深远的意义。时，佛始成正觉，在摩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说法。会中有位普贤菩萨，听到佛陀所说的种种佛法，深感精妙难得，于是赞叹如来的殊胜功德。如来的功德，就算十方一切诸佛在无数劫中相续来说，也无法说尽。若要成就此功德门，实应修十种广大横愿。那十种横愿呢？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世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大圣，那又该如何礼敬诸佛乃至普皆回向呢？善男子啊，言礼敬诸佛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、极微尘数诸佛世尊，我以普贤横愿力故，身心信解，如对目前，悉以清净身与意业，常修礼敬虚空界尽，摩尼乃尽，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极微一一尘中，皆有一切世间极微尘数佛，一一佛所，皆有菩萨海会围绕。我当悉以甚深圣解现前之见，各以出果辩才天女微妙舌根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，穷未来际，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，无
比周遍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，我以普贤横愿力故，起身信解，现前之见，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。善男子，诸供养中，法供养为最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摄受众生供养、待众生苦供养、勤修善根供养、不舍菩萨业供养、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忏悔业障者，菩萨自念，我于过去无始劫中，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，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。我今悉以清净三业，便于法界极微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，诚心忏悔，后无复造，恒住境界一切功德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随喜功德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为一切智，勤修福聚，不惜生命，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涅盘，分不舍利所有善根、六趣四生、一切种类、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、有学无学、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、至求无上正等菩提、广大功德，我皆随喜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请转法轮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，念念有不可说、不可说佛刹、即微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、一切菩萨海会围绕，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，殷勤劝请转妙法轮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请佛住世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，将欲示现波涅盘者及诸菩萨声闻、缘觉、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我悉劝请莫入涅盘。善男子，言常随佛学者，如此说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、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息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积如虚弥，为众法故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、诚意、聚落、宫殿、园林，一切所有基于种种难行苦行，我此随学无有穷尽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恒顺众生者，
为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或有依于地、水、火、风而生住者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五祖、二祖、四祖、多祖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、非无想，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。种种成事，种种供养，如敬父母，如奉师长及阿罗汉，乃至如来等无有异。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华果，悉皆繁茂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。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华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，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。以于众生心平等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，以大悲心随众生故，则能成就供养如来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普皆回向者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，皆悉回向尽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，欲行恶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。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始人天涅槃正路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，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，则能成熟一切众生，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。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，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字句记，速能除灭五无间业，所有世间身心等病、种种苦恼，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，皆得消除。是故，若人诵此愿者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。此善男子，善得人身，圆满普贤所有功德，不久当如普贤菩萨，速得成就微妙色身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。又复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，
一切威势悉皆退时，唯此愿往，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。一刹那中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道已极见阿弥陀佛，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自在菩萨、弥勒菩萨等，此诸菩萨色相端严，功德具足，所护围绕。其人自见生莲华中，蒙佛受记，得受记已，经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，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。不久当作菩提道场，降伏魔君，成等正觉，转妙法轮，能令佛刹极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，随其根性教化成熟，乃至今未来劫海，广能利益一切众生。善男子，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望，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知者。是故汝等闻此愿望，莫生一念，应当谛受，受以能读，读以能诵，诵以能持，乃至书写，广为人说，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横愿皆得成就，所获福聚无量无边，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，令其出离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所有十方世界中，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身语意，一切便利尽无余。普贤横愿威神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一身复现刹尘身，一一便利刹尘佛，于一尘中尘数佛，各处菩萨众会中，无尽法界尘亦然，深信诸佛皆充满，各以一切音声海